金国府的都有人可以呢啊、这个替代，所以天底下没有什么不能替代的事情。然后常常不能这样讲，所以他重点说，研究院的中央也没有说什么人才能当院长，任何事情呢都有人可以接替的，任何的方案，任何事情呢都一样，都可以有解决的方式。你不是说你一个方案要100分，那我90分、80分可以吧？你90分、80分能够让一些树哦能够呢活下来，那有什么不好呢？我不是说我们要退让，说呢，说还可以再看，我说最好是全部留下来，对不对？那你如果说我们最后妥协，说哪些可以做个调整，那再说吧，对不对？你总不能说连谈都不谈吧？然后呢，我敢保证，如果现在苏政府这个态度，我们这样的行为到最后是归零了，没有意义了，还要给人家偷笑，那笑说你们这批人啊就是弹头了，像我们这个学者啊就弹头学者了。不知足见天火啦，谁会利用人嘛？对不对？过去就是这个样子嘛，还给他们偷笑嘛，对不对？这样子没有意义，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呢可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刚刚听说有个方案的，那我们呢可以呢一组发展出来方案，因为我们呢40000人再加上周边的交通，它应该呢不是把它说弄个80米的地下通道，然后呢像蚂蚁雄兵一样更严重。然后透过这个通道上捷运，怎么上？我请各位讲，隔壁的南北线门都没有，连影子都没看到，你的国家财政要垮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做那条南北线？谁敢跟我讲什么时候南北线可以动工？门都没有，我这辈子都还看不到，我不相信我这辈子活得够久我才看得到，我不相信我看得到明世界，看得到南北线，这是我常常在批判的。所以呢，你应该呢是要想办法把它疏远出去。国外的情形，待会请让专家来表示。有些地下连通，一连通100公尺、200公尺啊，让它在地下走啊，你不要让它上地面来啊。让它，然后要进到这个体育馆呢，你要200公尺外你就下来啊，因为你要看球啊，你要看比赛啊，你也不是天天看啊，对不对？门票又那么贵啊，那你要看呢，你就是要付出那个代价。要坐200公尺，走500公尺都走啊，那又为什么不能走呢？对不对？所以你要平远的地方呢，就进场；你要出去，你要好远好远才上得到你的结果的东西上你要用这样的一个宏观的概念来疏导这种瞬间大量，那你怎么解决？不太清楚所以我们的建筑师也要来建筑师我们也认识了，其实这个这一届的我大部分都认识了因为我最老的规划界，我还在最老的。所以我说大家都坐下来我也不一样说大家都理性大家找出一个共同的方式来真的不要把这些树砍掉了，移走就不要说移走有活起来，活起来也不成功，也不算，也不算，也不对，本来就在这里的，对不对？本来就在这里了，我们得怎么形作出这一块这个整个地区的文化地景，我们得可以再形作让它能更丰富，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呢，能够记得过去，也能够呢延续到未来。不然的话呢，这个都市发展，到处都水泥地，有什么意义啊？我常常在想，我最近 po 了一张那个狗狗啊，小狗，好有礼貌，几个，各位有兴趣上我脸书他们排成一排，好长一排，然后轮流上到一个那棵树的下面去尿尿，好可爱我说香港，对，我就是我说香港，你如果跑到香港呢，狗狗呢连找一个树尿尿都没有，真的。你到新加坡就有了，新加坡到处都树，对不对？你台北是要上香港，台北都心啊要发展成香港那样子吗？那么高那么大的量，树林就剩下那几棵，狗狗要尿尿都没有。我说拜托啊，留个树给狗狗尿尿，这个就我还是占很多时间。